一点都不能留，使劲擦，都擦干净啊！哎，快！哎，好。金雪宫走水了？不是，好像是什么东西臭了，都打扫好一会儿了。 坚持一下，马上就能回屋了啊！来，这只手，一起。哎呀，还是有些臭气，得点些熏香，用熏香把这些臭气熏出去。火折子在谁那儿呢？啊，在我这儿呢。快去取了来。公主，你等我一下啊，我马上就回来，千万不能睡，知道吗？ 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公主不能让他睡呀，赶快叫醒他。公主不能睡，快醒醒啊！嬷嬷，公主，嬷嬷，啊！国师说了，如果将军在，公主在禁忌时间内睡了也没有关系的。还有这等奇事呢？你们先下去吧，今晚这里就交给我了。记住，今晚的事，谁也不能说出去。奴婢保证不说。 那奴婢告退了。这么大人了，睡觉还像个蓬头稚子一般。父王，月儿以后乖。 楚月，你长大了，星辰也长大了，拿出白天你对我的嚣张劲儿来。你呀，你已经不是那个爱哭鼻子的小孩了。是你决定要走的，那你就要学会自己度过每一个晚上。今晚，我就在这儿陪你。 已经和离了，如果被人看见，传出去，这样可不好。今晚就算了，以后我不会靠近你。
公公们辛苦了，请用点宵夜吧。这是刚做好的烧鸡。吃的留下，酒不行。楚云，醒醒！你看看，是谁来了？许楚云，许楚云。这是生辰时未来幻想，你若碰到了，必将受其影响。你怎么知道生辰时？你是谁啊？你是谁啊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许楚云。你是不是听得到？快醒醒！我会在这儿陪着你的，可能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安稳入睡。是你，原来是你啊！解释一下吧。我以为只有我和星辰才会关心公主变身的事，没想到薛大将军，你也如此关心公主，大半夜的冒着生命危险在这儿陪着我。这么说，你是来救楚月的？那是自然。啊，对了。皇上给他下的毒，对他身体很不好。这个金丹，还请薛大将军早日为他服下吧。劳烦国师了，这里有我在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好。哦，对了，门口那两个太监，我用迷散把他们迷晕了。今天晚上的事，他们都不记得。将军，你可以安心的在这儿陪公主。多谢。先生武功不错啊。薛大将军夸奖了，有你在这儿，我就可以放心了。告退。Thank you.
此情绵绵，心幸福。